生意红红火火。这啥事儿整完的？我这着急呀、啊。你想，哎，你四个鸡整完我拿走。再一个这半个大公鸡啊，22一斤。日子冷冷清清。啊，就是晚年回来，有时候不累的时候，这个做一口，做完了这个累的也就。吃也吃不多少。遇见会疼人的他，心里都不得劲儿。没有老伴儿吧，这玩意儿咱都理解。手擀面热腾腾，国健口腔原来不晚，即将播出。缘分不分早晚，只为等你而来。这里是由专注种植牙的国健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《原来不晚》，我是主持人燕子。今天要给大家伙介绍的是家住吉林市的魏宝莲魏大哥。大哥呢，今年64岁，在吉林市开了一家卖笨鸡的店。要说魏大哥这家小店啊，生意真是红火，从红娘一进屋就没断了人儿，门都推不开，大哥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。但是和店里情景不同的是，他每天回到家里啊，就冷冷清清的，经常是忙了一天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面对空荡荡的房间，大哥说，经常看到别人老两口成双成对的，这心里啊，别提有多羡慕了。哎呀，这都听着鸡叫了呀。今天咱们要见的大哥是卖笨鸡的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哎呦，怎么这是有鸡呀、啊？是魏宝莲魏大哥吗？对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有点儿，你咋的了？我害怕有点。大哥你好，这玩意儿好，我是红娘小轩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不行，哎呀，这太脏啊，手不方便。哎呀，这手上都是血呀，我的。你看他宰那大黄鸡，哎呦，杀，哎，刚拿走了都，刚拿走啊，杀鸡，正在那儿杀鸡呢。你看那啥弄个大腿呢，这还有大鹅，还这么干啊。魏宝莲64岁，丧偶，月收入4000到5000元，居住地吉林市，住房面积42平米。这都顾客来的。这咋的？这么早就有顾客来了？妈，干了的，我现在一早上都干了好几把了。收入多少？来了一只，你拿来这一只鸡就20块钱。啊，就20块钱收的。啊，大鹅是。啊，这是他们拿来的鸡，完了你给宰。啊，一早我家也卖公鸡、乌鸡都卖。啊，一早钱就卖。魏大哥一个人在吉林市经营着一家10来平米的笨鸡店。他平时会去乡下收笨鸡卖，谁家要是买了家禽不会处理的，他也会帮忙收拾，赚个手工钱。这一早上啊，魏大哥就已经赚了几百块钱了。屋里还挺暖和的。这时候大鹅在那里。这么多鹅啊？那里头还有。这里头一大帮，这里头还有一大帮。大哥，咱这里面是都有啥呀？这是乌鸡、大鹅啊，大公鸡、母鸡都有。这有多少只啊？哎，现在30多个，嗯，敢整敢卖。这刚一抓时候都这笼全是满的，啊，那你是天天去进去啊？不得，卖完就进上老百姓家抓去。你是上个人家去抓？都上老百姓家抓的，我这都是纯笨鸡。这是你早上杀的鸡啊？对呀。杀了几个？这是？拿走4、5个了都。拿走4、5个了，嗯，那现在还这是4个，这是4个。你今天就一早上杀9个了？一早上呢，十四五个吧。这是手工，跟那大鹅都手工，就是我卖我的那都拿走了，风一天雨一天就是，末一天还行，卖3个2个的，末一天还有一个不卖的，那都没准。反正吧，就是八月节到11一切到年，就这个段是。赚钱的事，这玩意儿也分淡旺季啊。等夏季了，一天就卖3个2个的，反正一头200的还没有啥问题。你咋说？反正那么说的吧，吃穿啥的住行，这那就是，那是一点都不用愁，反正天天不缺钱花。别看魏大哥这店不大，生意好着呢，一个月赚个4、5千块钱，那是只多不少啊。正说着，店里呀就忙了起来。大鹅有，里面的大鹅。啊，多少钱一斤？22一斤。啊，都纯是保准是保你是纯笨鹅啊，就啥事儿整完的？这个马上就完事儿。我这着急呀、啊。你想，哎，你四个鸡整完我拿走。哎，鹅一会儿我来取。好嘞，
好嘞。要一个最棒的。最棒的，要多大的分量？多大的钱？这里相中哪个？大哥整的感觉吧，就是毛毛的，咋咋咋咋咋。这家吃的真是，是不是好吃？那你把糖给我掏。对呀，掏啊。大公鸡啊，22一斤，纯笨鸡啊。魏大哥边干活边跟我们说，他这店里啊之所以生意这么好，是因为他干活从来不糊弄。咱金陵市的就是有洁癖的，10个都有9个在我家。在别人家整那东西你回家不吃，到我家里头，根本以后买鸡连人我都见不着，你就打电话还给我杀个鸡啥，连瞅就瞅知道我家的这么干净，打电话到这来瞅就走，就知道我家他干的干净。拿家一瞅可深的全鸡毛，在家你那水啥的贼脏的，人家就不爱用你那玩意，吃的不卫生。咱家的水啥都是干净。咱这现在卖多少钱呢？反正正常年轻人啥来我都正常卖，反正看着这岁数大年纪大来了，反正就是让就给他让两点。岁数大都不容易，这不赚钱了都靠点工资，你说咋办？那这一瞅还想吃的东西贵吧，他舍不得吃，吃不起，那就给他就少赚点。这迎来送往的，魏大哥就没落下手里的活。大哥跟我们说呀，现在是旺季，他这一天下来呀也是累得够呛，等到淡季呀他就轻松多了。这玩意都分那个旺季淡季，夏季就属于淡季了。这一夏天反正像去年我这一夏天就等于是7月份才回来干的，春天完我就走了，上南方去玩去了，玩到2多月，我儿子跟南边跟南方搞工程的，南海北海都去了。去待多长时间呢？70多天。70多天。玩70多天回来的。去年一到淡季，魏大哥就把店交给朋友经营，自己跑出去旅游了。大哥说他这人啊就是闲不住，要是不出去旅游，不忙的时候啊，他都会坚持每天去锻炼身体。天天这个江边我走，有走步团，天天走步，6点就开始走步。啊，走多长时间呢？走1个多小时。得走多远呢？吉林就是吉林大桥到临江门大桥，走一个来的回儿，10多公里吧。反正我们走步团都跟着月走，反正都走1个多小时，反正。走完了得冒汗吧？哎呀，那一个一走那都用不上10分钟，就开始全见汗。那有音乐，你跟着走，必须你一步都不能落了，你就跟人家走就不对撇了。魏大哥每天就跟着走步团绕着江边快走，这样不仅可以锻炼身体，还能解解乏。因为店里就他一个人忙活，有的时候也挺累的。如果要有个人帮帮忙吧，就没有那么累了。就是一个人，这是我忙，就是有时候忙忙中午饭吃不着，有时候忙忙晚饭吃不着，就是这说实话。饭都吃不着。你要一个人，你说那顾客就像你刚才说都搁那，你哪能说啊？你搁等着啊，我吃饭去啊。能好意思吗？这一只得20多块，大鹅你这一只30，你看鹅毛还得值10-7八块。顾客络绎不绝，钱是赚到了，可魏大哥每天却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你平时做饭吃不？这个做吃的时候很少很少。那你平时吃饭咋整啊？上粥的铺了，饭店了，到那天天面条了，粥了，包子了，煎粉了，饼了，一点就是这样式的，那哪个走，那哪个叼口就吃一顿得了呗。顿顿上饭店吃、啊？那咋整？反正就是晚年回来，有时候不累的时候，这个做一口吃也。冰柜的啥都有，就是做完了这个累的也就吃也吃不多少，就吃点到那吃点现成的，方便吗？这一生反正就是出力行，干活行，赚钱行，就是做吃的不行。还会做，这个做完了吧，就好像没食欲，这个就。是不是自己吃饭也不香啊？那他还用说吗？2006年，魏大哥的老伴因为脑出血走了之后，大哥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。这几年他也想着要找个老伴，却始终没有碰见那个合适的人。那他到底想找个啥样的伴呢？我就找想实实在在的找个靠谱，就是。多着晚年多带块多都高高兴兴的一天，主要就是个长相一个年纪，剩下工资啥的对我无所谓，你有没有都无所谓。反正我的人嘛丑的干啥，反正店的顾客一年年多，这太长太丑的我不想干啥似的。
往人堆一站，能看上大伙儿，能看的不丑，就大伙儿瞅不笑话就行。岁数不能太那比我小个4岁5岁的，哎，就是这样事儿的要求。身体必须得好，健康就行。我就讲晚年想有个幸福生活，天天一日三餐能吃好吃饱就完事儿。魏大哥没啥太高的要求，他就想找个不忙的时候陪他遛遛弯，忙的时候给他做口热乎饭的另一半。红娘马上想到了同样家住吉林市的王荣杰，王大姐。嗯，这家。哎，大姐，大姐你好，是王荣杰大姐吗？哎，大姐你好，我是红娘小轩。王荣杰59岁，离异，退休金2500元，居住地吉林市，住房面积55平米。大姐，今年多大岁数啊？我今年59。59，你这头发咋都白了呢？我没染染呢。放不下女儿的事儿，他吧，现在说实在的，他啥呢？工作吧不固定，他就是上学时候吧，他上的是那什么技校，完了分到南京，南京我寻这孩子搁那边吧哈，咱也过不去，完我就给他调回来了，调回来吧，他的工作呢在这边不咋对口。完了，所以就像临时似的，有正经的吧他就干，没正经的反正就是再找，就这样事儿。当年让女儿放弃南京的工作，王大姐也很后悔，她就想着多做一点补偿一下孩子。我的工资给我家孩子买的保险，我得给他交保险，交15年吧哈，他到15年完了给他开支。那你一个月多少钱退休金呢？我2500多点，我得给他也得拿出几乎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，剩下我生活费了也就700-800块钱吧。每个月刨出去给女儿交保险的钱，王大姐也不那么宽裕，但大姐说了，当妈的不都这样吗？为了孩子她也是能省就省。那你自己剩那点钱够花吗？反正我自己就是衣服啥我姐他们有时候给我买，完了就是我自己就是什么油盐了什么，这就是过日子，就是买这个够花还行，多少也有点紧。我看你这是你平时吃的菜啥的呀？对，这是这茄子这都有点蔫了呀。这是买前年买的，哥他就蔫了。那你这样的还能吃了吗？能，它没坏呀，它就稍微有点臭味了。这都是纸壳子，这是哪儿摘的呀？就我家孩子他们喝饮料完了买那个，就是现在不都那个快递什么，有时候这玩意儿就那啥，就搁这儿，完了多了就处理。像这就是你要是处理一回能卖多少钱呢？啊，有时候30-40块钱。我初衷就是为孩子考虑，咱当妈的吧就是说不可能不管孩子。我就是给他买这个保险，对，有保障。为了女儿，王大姐四处打工省吃俭用，这些年也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却唯独没为自己再打算一步。我那前没寻思说那啥找，为啥呢？我寻思你说这玩意儿找他再跟你不一心啥的，你说再找完了你再分手，
让人邻居，我这人就是说的不像人家说的不三不四那事儿的，嗯，我寻思你说再找吧，要对你不好或对孩子啥的，你说那个挺不好的。这不看原来不晚吗？完了我家孩子说的，妈这个不少，也都挺好的，你就找一个吧，找个跟你俩还有个伴儿。哦，就这么办，我答应了，要的我也不找，这一天自己搁家没啥事儿。呆子，你说愿意干啥就干啥。在女儿的劝说下，王大姐也想着再往前迈一步。那她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另一半呢？找吧，咱就是说啥呢，她岁数咱你比我大三四岁都可以，嗯，家庭条件嘛，咱不是说奔人钱，咱就是说的那个你一心一意，咱们就是跟对我那啥，就是说的像从小夫妻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反正最好他是有房子，愿意在他那住，在他那不愿意在他那，他在我这也行。魏大哥就想找个能和他互相照顾的另一半，王大姐想找个像从小夫妻一样跟他白头到老的伴。他们会是对方在寻找的人吗？广告回来，相亲开始。看见我脸上这颗媒婆痣没？天生当媒婆的材料。我是原来不染的红娘小菊，有8年的保媒拉纤经验。这8年里，我见证了很多幸福的瞬间，也撮合成了好多对姻缘。保证啊，别辜负我啊！永结同心，处处呗，你俩有这个心思。所以现在还单着的大哥大姐们，你们还犹豫啥呢？想脱单，赶紧来找小菊啊！看见我脸上这颗媒婆痣没？天生当媒婆的材料。我是原来不染的红娘小菊，有8年的保媒拉纤经验。这8年里，我见证了很多幸福的瞬间，也撮合成了好多对姻缘。保证啊，别辜负我啊！永结同心，处处呗，你俩有这个心思。所以现在还单着的大哥大姐们，你们还犹豫啥呢？想脱单，赶紧来找小菊啊！哥，你整一个卖笨鸡的钓啊，这就是当时的选项啊。埋汰是埋汰掉，挣的不少啊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你好，哎呀，给你点来了，啊，快来，再开店能行吗？这拖天能适应吗？这不能适应吗？大哥就赶紧就问。这环境吧，杀鸡咱倒说就是做买卖嘛，就是那啥。你要不做买卖，咱也不能他这个条件是吧？我给介绍一下呗哈，这个是魏宝莲，我魏大哥啊，这是那个王荣杰，王大姐。导演一瞅吧，但是他个矮一点，个大一点，但是也不当饭吃是吧？长得反一般人还行，那眼儿还行，嗯，算过了，嗯，还行，挺好。我看这人可是不是说像那般女。好去跳舞啊，唱歌啊，吃喝的，好像他的不是那看的不是那种的，住家过日子的。从长相就能看出是要过日子呀。这个姑娘，你要不服气啊？这我敢确定，拿个我这个小鸡儿比喻吧。啊，不管你是散养的，你是笨养的，你还是喂饲料的，你就几个月，我大眼就能瞅出来。大哥这会儿吧，生意可好了，所以吧就忙点儿，没时间收拾。你这造的，其实我大哥挺立正个人，就是这么。哎妈呀，我这要是一天啥不干，我说打扮打扮咋的，也都往人堆一站，也不是那么太难看的。俩人一见面，有说有笑的，演员这关马上就过了。魏大哥也是个干脆的人，既然相中王大姐了。他得先把自己的打算跟大姐说说，看她能不能接受。人啥都行，关键嘛，这个角色吧，就是说淡季时候了，不能说的你没事儿啊，我出个门啥的了，顾客来了，这买卖不能跑。说要我就是说杀那个那啥，我是杀我那啥，啥的，杀我吧。咱俩说话就干这玩意儿，怎么得说的话了？这俩人得干的话，那咱说不会不要紧。你说我有这个心，我就能以后我能往这点悟，我能学，这就行了。就说的吧，要说的，这次现在让你干主教，说让你拿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指定是得干了。其实说的，这
就像说那咱摘鸡了，上鸡秃噜完了，有烂毛的了，你帮钱一钱了，是不？我搁这边拉还能工作。妈给你摘的毛那倒是可以，就是说你我是啥？我说这个，我说这意思，我刚才说这意思，就说怎么的吧，你得往这点悟，你出去这抓鸡去了，那家里这叫人来买鸡的了，你说这来啥手工的了？你这咱不说话了，那一个大鹅40，一个小鸡儿就20，是不？要是勾机器啥的，那扔里头那都无所谓，就是烧开水了烫烫说，那我也反正那就是嫁鸡似的啥样，咱就得那啥呗，是不是？对对。你刚才不说你不能？我不杀，那他既然他说就是咱要成的话，这可他讲话了，咱为了过日子，他也说把这个50-60块钱丢了，你说不可惜吗？他自然有这个心态就行。虽然王大姐跟我们说她不敢杀鸡，可一听说自己不干这钱就瞎了，马上就说愿意跟着学。魏大哥跟我们说，就从大姐这态度，这人就错不了。说着呀，还邀请大姐一起去家里看看。行，大哥边吃边唠，咱边唠。大哥，你不用着急吃，慢慢吃啊。完事了，真完事了。你这一口饭就这么就对付过去了啊？嗯。心里都不得劲儿，这那啥，这玩意儿没人，就是没有老伴儿吧，这玩意儿咱都理解，一个人就是难的，确实挺难的。进了家门，一天没吃饭的魏大哥赶紧就着热水吃了块饼干，王大姐看着也是心疼。对付完一顿饭，魏大哥又和大姐聊起了孩子的事儿。姑娘是儿子？我是姑娘。啊，嗯，是不？你要我说你还顾你姑娘不？啥的？咱实话实说。嗯。咱是啥呢？我家孩子吧，我给他买个保险，买个保险15年，现在已经交6年了，一年是10000，现在是17000多。我这钱呢，就是说，就是给他交钱，交那个保险，我剩点就是我自己的生活。我说咱俩的过日子，赚的钱，挣的钱，你还是现在你家里头，你还是顾家不？我就是咱俩。那我家就是不对，那肯定是咱们生活费，是不是？我是刚才问你是你这个意思。啊，我的钱是我就是教孩子。像有些老头都说了，哎呀，那家接着你那凭啥呀？这事你管？那你那工资得拿出来呀？嗯、咱俩高考都是共同产，这才共同产产。嗯。我这个我不需要这。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家里现在还有多少机会呢？我家的，我还有姑娘，我还得管呢、啊，我得管呢、啊。说的只是咱这两个这么大岁数赚的钱，还得管他们。我这要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有10万块钱机会，我也不能用你还，是吧、哎？这方面就是你就现在存20万、100万，我也不再动你一分钱呢，我也不花你一分钱，我也不需要你往出拿一分钱。但我就是说我家孩子这个就是保险呢。我这钱是我肯定是我给他攒出，就是交我是不拿你这个钱给孩子交。刚才我说了，我说你挣多少钱跟我，你有多少钱跟我没关系，我找老伴就我负责。这个店开也好，不开也好，我那想找老伴我就能养我起。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意思。大哥的初衷就是说，咱俩的钱就要用于咱俩的生活。是，那肯定是用在咱俩身上。对，那这点那肯定是那啥，我不能说张三李四，我就拿着钱就是说那啥的，是不是？在将来的花销上，两人又一次达成了共识。可接下来魏大哥提出的问题，让俩人的聊天有些尴尬。你看人家一天出去穿的那漂亮的，那脸都擦的，那都抹红嘴唇，你都那女的都好美嘛，你咋就不好美呢？我那啥对这些不感兴趣，过敏的。这化妆品也过敏啊？过敏。还是没买到正装东西，男人都喜欢这个，把这个老伴儿打扮的，啊，这个光彩嘛。要不我跟你们电台我说的，他没看我长得，可这个狗尿不少。我发现我咱们的，我说找老伴儿得，我的机电人多，老顾客多呀。那你喜欢那啥呗？我是就是不行，是吧？本来俩人聊得好好的，难道就要因为能不能化妆、愿不愿意打扮这事儿产生分歧了吗？今天的相亲会是怎样的结果呢？广告回来，相亲继续。看见我脸上这颗媒婆痣没？天生当媒婆的材料。
我是原来不远的红娘小菊，有8年的保媒拉纤经验。这8年里，我见证了很多幸福的瞬间，也撮合成了好多对姻缘。保证啊，别辜负我啊！永结同心，处处呗，你俩有这个心思。所以现在还单着的大哥大姐们，你们还犹豫啥呢？想脱单，赶紧来找小菊啊！他那意思就好像是向我们瞧起，他没看上他那意思。我呢，指定不能说的，哎呀，用着你的干的话，这家伙他好穿，这一整成天抹的，穿衣服的穿也舍不得让他穿，抹的买化妆品一整几百块钱也舍不得人花。我跟他那意思不是，干的话都女人好美都咱都天性都正常。我说的并不是说的，咱们说的，咱们一般老连我家孩子他都就是说的，那你贼本分不化妆，你到他家你也都找不着化妆品。不是大姐，误会大哥，我知道。我说你也咱这就说女人好美是都天然的，这咱可没要求的。就是、那你不好，你不好，那你不那你不化妆，你不干、啊、那可不行。我不同意这事儿，那咱可没要求的事。你看看，这不整误会了吗？魏大哥其实就是想告诉王大姐，他找了老伴肯定会对对方好，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化妆品，花钱他都不心疼。可大姐这边却误以为大哥嫌弃他不爱打扮了，俩人这误会终于是解释明白了。魏大哥也赶紧问问大姐对自己是个啥想法，怎么样看这个我这人怎么样，还能相处相处不？真行。都得拿出那个真心真意了，最后才能看得行不行。双方有一方没有真心，他也不行。魏大哥赶忙表态，觉得王大姐人不错，两人也同意继续相处一下试试。大哥还借机邀请大姐明天上午来自己这小店看看他那红火的小生意。红娘一早就赶到王大姐家，再次陪着大姐一起去魏大哥的店里。哎呀，大姐。嗯，哎呀，我们来了，咱收拾走吧，大哥在家等着呢。咱稍等一会儿，我那啥给他做点饭，给他带去。你给大哥做饭呢？给他做点面条。大姐，你是不是看大哥昨天没吃饭心疼了？他就是说一个人就是挺那啥不容易的，完了没吃饭，咱就给他做点饭。行，就做口热乎的，到时候他吃着也心里也暖哈。对，来吧，那我帮你吧。我不用那啥，我都整好了。来吧，咱我们一起来吧，咱俩一块儿。我们来之前，王大姐已经把面和好了，接下来就擀面、煮面、打卤。不到半个小时，热气腾腾的手擀面就出锅了。趁着这热乎劲儿，我们也赶紧给魏大哥送过去。他搁这忙呢。来了，好，你。在干啥？给我带点好吃的呀。我今天去了，完了大姐，我说我张问大姐，我说咱走啊。大姐说你等会儿的，我给那个煮点面条。大姐说嘛，中午吃不上饭，给煮点面条吃。接过来啊，谢谢。啥呀？暖不暖？暖，这确实暖。这我们多少钱都不好，都买不去，买不来。啥玩意儿啊？多少钱你都买不去，这套跟这套。中午那啥真热乎呢。趁热赶紧吃吧，大哥。行啊。妈，这手擀面擀开了，好像都忘啥味道了。真的。我这味儿了。好香啊。我那味儿不给你们吃。不是给你们做的。魏大哥狼吞虎咽地吃着热腾腾的手擀面，味儿都忘了尝了。大哥说以后他在店里干活就更带劲儿了，因为他也是有老伴的人了，店里忙的时候也能有个人搭把手做口热乎饭了。而且他也一定会对老伴好的，不爱化妆就不化，不敢杀鸡就宅宅毛，老两口的日子肯定就像那锅里的水一样热腾腾的。那好，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，原来不晚，咱们明天再见。